咧就225g 嘅後腿肉。咁啊，首先咧就切薄片，就切約莫係2至3厘米到啦，盡量薄。切好之後咧，我哋就醃一醃佢噶，一湯匙嘅米酒，一湯匙嘅芒果粉，一湯匙生抽，一湯匙葡萄醋，半湯匙蜜糖，1/4茶匙鹽，一茶匙生粉，跟住我哋攪勻佢啦，啲調味，攪勻之後落一湯匙嘅麻油。跟住又捻匀佢，然后咧就腌佢半个钟头。至于我其他材料咧，我有150g 嘅洋葱块啦，同埋150g 嘅芒果肉。腌咗半个钟头啦，我哋大火热锅，就落3汤匙油。嗱，油热啦，首先咧就将啲洋葱块摆落去煎一煎。用鑊鏟將佢壓開啦，咁煎咗1分鐘到咧，就將佢拿翻出嚟，啲油啊留咗喺嗰個鑊度啦。嗱，跟住咧就落豬肉啦，落肉片，然後咧就揾個鑊鏟將佢散開，嗱就大火煎到佢熟，約莫係2分鐘到啦。煎咗2分鐘啦，就洋葱同埋啲芒果擺落去，然後咧就兜兜佢，兜多佢30秒到咧，咁就做好噶啦，幾容易又好味。